谢谢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呦呦呦呦呦！离远一点啊！哇，你看，你看，速度要就是好哇！他你看他打不到我，这个人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生，欢迎收看这期 Sky Wars 啊。OK， 开场白就是这么简单，我们走吧。OK 啊，那么这张图的话，老G啊，本来打算是要选这个小木剑的，但是想想还是算了，哇！来看这里，哦呦，好东西嘿。但是就是打火者的嘛，它缺点就是不能直接冲中间啊，这冲中间就不好搞了。哎，我穿上点，稿子 OK。来，我们下去走喽，去一下中间了啊！我看上面有个人，路途上有个人是把这些坑给挖开了，然后啊，他们能直接走进去，然后根本看不到这个坑啊，算是个小陷阱吧。右边的人干啥啊？哦呦，哎，他也做陷阱吗？不是吧你？好吧，不管了。哦呦，珍珠都不要了。来，哎，好的。哎，他要下去吗？还不下去。这就不打他，这边掉下去我们就不去了啊。哎 ，OK， 我们走。中间的话，哇，有人呢。这个中间有人不好搞哎。上面他不过来的话，哇，中间好多人。你看，哇，有人了。好，差不多我们走。哎呦，还有人在射我，谁啊？哦，来了。哎，小伙。哇，挺风骚的嘛，孩子。哦，怎么都着火了？还有挺岩浆。OK 啊，看这里，哇，神器，还有钓鱼竿哎，来猎人放一下。哦，还有力量一的弓 ，OK。哇，瞬间就三个人了。哇，这里不上来。哇，这现在都被刨了，好可恶，好可恶。骷髅放出来啊。哎，来一个小伙。哦，哎，直接飞下去了是吧？啊，那么那边还有一个，那边还有一个。哦，小伙，半个铁套，压都没中，这弓箭箭是有的啊。哎，又没飘动。哎，等他上来的时候呢，给他冰一下。哦，十五点血，十五滴血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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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。哎呦，这个挂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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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天哪，这个挂厉害了，厉害了！这外挂，小伙，哇，这打的，小伙，小伙，哦 ，GG， 哇，好险的，干死一个外挂！天哪，牛逼嗨！哇，现在挂真是越来越那个，越来越多了，是吧？跟什么样的都有，哎呀，真是长见识！来来啊，来，快走！啊，其实我在想，假如说。啊，这个方块搭的够，如果是手速够快的话呢，是吧？其实不用按师傅的也能很快就搭过去，对吧？只不过是你手速得特别特别的快啊。OK， 哎，哦呦呦呦，哇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 ！OK 啊，干掉，这先吃个苹果啊。旁边那个人要干嘛？要干嘛？他要过去吗？哎，他要过去。哇，这能让他过去？好吧。新鞋子虽然说都一样啊，就是差不多我们走，差不多我们走了啊。最讨厌大鞋脚了，大鞋脚特别恶心。哦呦，天哪，好险好险！他有铁胸甲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也有。耶，哦，哇哇哇哇哇，卡了卡了，哎呦，好像掉下去了，那没关系啊，掉就掉了呗，是吧？啊，哇，这鞋子不要了啊，这里我有力量一的弓，那要爽。啊，有弓就好很多啊。来看看啊，打火机得要放上来的啊，要放桶岩浆啊，稍微整理一下，力量一 OK。哎，哦，收起来了，收起来了，还以为那边有个人呢，看错。看，你看啊，哎，他不上来，你看他不上来，哎，你看岩浆都不上来是吧？你怂什么？你怂什么啊？这就是普通模式下呢，可能会好打一点吧，因为疯狂模式也会有那个防火 buff 的，会那个会比较恶心。哇，现在有四个人了，都不知道去哪儿。我哎，我在那边看到了，在岛那边。哇，过来过来，过来过来！哎，你躲那里？
鸭没飘到，它下去了。叮，鸭没下去。好吧，我们就赶紧直接过去啊，赶紧这么快，这样跳着大家会比较快一点，就相当于一边按着跳着前行嘛。小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你不反抗？哎，好吧，它卡了，GG。哇，现在人怎么都这样的？哦，还是这张图，还是这张图。来，哇，听到这一身装备。哦，风离时间，感觉人要过来，那边要过来，感觉是吗？他不过来 ，OK， 不过来就好啊。啊，我那人还飘在空中，我们赶紧去中间啊，赶紧去中间。啊，回来一下，哦，他已经去中间了。这个小青蛙应该直接跳过去的吧？哦，不是我们这边的人，哇，哇，天哪！再来几下就没血了，这。来的，等一下啊。我们就这么暴露了是吧？啊，我看他怎么整。哦，他还往这边射。哦，天哪！哎，一上就被弓箭压制，真的是很讨厌。哎，他过去了。OK， 我们走，我们占据中间地位啊。哦，这个青蛙，哇，神装了的。待会儿他有神装了，来打打火啊，就不让他过来了。看看箱子里，估计果然没有东西。果然没有东西，这个怎么整？哦，天哪，有弓箭，这个好讨厌。我走了，两桶岩浆留给你，我就不要了。你过来吗？你敢过来吗，孩子？他从上面走了。哎，他又下来，他又不下来，到底下不下来？这里应该能打他，把他给挖下来。呀，这箱子挡住了啊！可恶！可恶，他人呢？希望不在这边吧。好，他已经，哎，他怎么过去了？哇哇哇！哎，等会儿这个，哎呦，哦，哎呦呦，好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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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还没分快了，没分快了，哇，这，哇，现在还有16个。可那人都瞬移直接过去的，哇，神装了，这个怎么整？这个怎么整？这个让我很尴尬，没有弓，没有雪球，没有鸡蛋。我天，连裤子鞋子都不好啊，怎么办？哦，这边还有一个人，你过来，你尽管过来，你跳岩浆里不死算我输。哇，三个人，哎，他下去了，这没弹射，我去补个刀。哎，这个人要下来，哇，好险！哦呦呦呦，扔雪球，这好讨厌啊！还有弓箭，也没射到。哦。地位打高位，哎，他射不到我啊！好吧，他打不到我，只能射到我。哦，这个好讨厌，哇，好烦啊！他有弓箭，这个是很讨厌。我保护一金啊，金裤衩。哇，他要干什么？他要干什么？哦，他放 TNT， 咱们离远一点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真把自己炸死了。OK， 这张图我们选金剑，看能不能先把隔壁给搞了，是吧？啊，哦，他不过来，好吧，那我就不过去了。哎，哦，不行，不好搞，他是那个击退一小木剑，哇，你要过来吗？哦，他要过来，哎，他要过来，小金帽子，小铁帽子，我看看，好吧，只有雪球，这个只有雪球，如果他意识够高的话，肯定是早冲过来了啊。你看，击退小木剑，我往里走，哎呦，哇，好险！哦，我的天哪，差一点啊！虽然说都一样吧。看，哎，小木剑不见了，这，好吧，我们走，直接去中间了。有时候这些就很奇怪，他这个装备就迷之消失，也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都很醉一件事情。对，走吧。哇，明明就是那种。明明就有的那些装备啊，他就是没有。哇，有个小青蛙守着，没看到我。哎，真的没看到我。来吧，我们大中间。哦呦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哈哈，啊，最讨厌斜角，搭斜角了。哇，搭斜角真的是很讨厌。啊，这样地图我本来就不太喜欢。哎，小伙，哦，没血，残血了，但是干掉啊！苹果磕一个，看看。呀，有鸡腿鱼干，有没有弓？我只有剑啊！
来，好装备都换上啊！哦，他们打起来，我先离远一点，我先离远一点，先离远一点。没有工会，这个会比较坑的。嗯，因为每次只要打水里的话，不论我是低位高位，别人的胳膊永远比我的长，永远都是别人能打到我，我打不到他，这个就很见鬼。哇，天哪！哎，小伙，你干什么？还要扔雪球，还要扔雪球，小伙，你要扔雪球？我跟你说，我可是有钓鱼竿的人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大家，哇，好险！哇，还有保护四，这赶紧捡一下啊！来，哎，保护一啊，这还锁链，还是锁链的，哎。哦，好险！幸好听到我后面的声音，哇，叽叽啊！最近啊，这个挂啊，真是越来越多，然后人呢死也是死的越来越快。还记得上次有一局吗？哇，刚开局两分钟啊，这人从24个人直接变成了3个人，后好也是醉。哇，铁虎腿 ，OK， 差不多可以走了，走到去中间啊，去中间。我有一镜人去中间了，这，左边那个人不管他。哎呦，这个差一点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来，放岩浆，放岩浆，放岩浆，这边也放上啊。哦，天哪，一个大山庄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个怎么办？哇，走吧，刚啊，我们就去捡个人头是吧？咱不怕这力量啊，就不怕这力量。人头呢是要从他们一滴血之中哎捡回来的是吧？啊，放岩浆，哎这，我还有小白，那大山庄跑了，这。你跑你回家你怎一回事啊，啊你跑就别过来了啊，哎我人心让你万别过来。哦那边还有个掉下去的，呵呵箱子里啊，我就知道。哎呦哇，但是好疼啊，人呢？叽叽 ,OK, 就没有人过来哈，铁鞋子 ,OK, 金屁股。这都没有人过来啊，先吃个屁股，先活一血。刚才那边有个大神说让他跑，让他给跑了，这个会有点尴尬。铁套，6个人，哎，那里还有一个，能打啊？好，打不下去。哇，那边还有个大空堡的，这，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我刚想复个魔，我刚想复个魔，你就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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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哇，还有速度药，还是那个。那个药啊，哇，速度！哦，来了，一想炸倒小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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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你看，你看，速度药就是好，哦、哇，他你看他打不到我，哇，这个连击，哎呦，无限连击，哎，速度药没了，这 ，OK 下去啊，哇，一个人把当乒乓球那么打，我的天哪，哎呦，速度药太疯狂，哦、哇天，简直 ，OK 没有多扔的啊。这速度二，哎呦，速度真的是爽。看看这里啊，好吧，风梨，一个大空堡的，哎呀，就是你了，就是你，他要干什么？天气大爆发射过来吗？不是吧你？估计是个天梯大炮什么的。你们那个高度的话，用天梯的那个威力啊，估计是能把天梯炸到我们这个岛上来的，所以就会这个就很伤。或者等我搭过去的时候呢，哎，他再给我炸一下，是吧？我就直接在中间起伏上断掉了，啊，就是掉下去了。
啊，龙来了，龙来了！我这一杆都着火了，你看，差不多。哎呦，等着龙过去啊！啊，等着龙过去，不要扔到龙身上啊，是吧？哎，这就是考验你扔梦珍珠跑酷的时候。哎，你看我就知道会瞄高，哇！小伙，我来了哦！小伙干什么呢？我都不想走位了，叽叽！你看那水都结冰了，哈哈哈。OK， 那么今天 Skywars 呢就玩到这里，那么是感谢大家全程关注，哎，那么是记得订阅一下游生的频道，关注一下游生的微博以及推特。OK， 那么今天就先这样了，各位拜拜。